妈妈，我想吃大盘鸡了。你作业写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？就知道玩，作业都没写，还想吃这吃那的。把垃圾扔了，回来写作业去。好。越大越不听话。哟，燕让放假了，啥时候回来的？是前天回来的。咋能让你来扔垃圾？俺家孙子都在空调屋里吹空调，我都舍不得让他干活。我也是在空调屋里上班的，是我自己要出来丢垃圾。燕让，马上要多个弟弟和妹妹了，你想要弟弟呢，还是想要妹妹啊？弟弟妹妹都可以，我都喜欢。你这个傻孩子，你盼着来个妹妹吧，你妈妈要再给你生个弟弟，给不疼你喽？哎。不对呀、啊，弟弟妹妹都顾不上疼你了。哎，你这个人咋这坏慌子？你跟他瞎说啥嘞？我这不跟燕赵跟他开个玩笑吗？开玩笑有你这样开的吗？明儿我也跟你小孩这样开玩笑去。嘻，开个玩笑都开不起。傻人呀，燕赵，不要打了他。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咱家人都会疼你的，都是一样的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我去送鸡蛋去了，回来给你买饼忙吃。好。妈，你抓鸡了？我正好去机场抓一只嘞。燕不回两三天了吗？也不得俺给他做，就给他做大盘鸡吃。还是你懂你孙子，他刚才还跟我说他要生。我给你端去啊！什么餐桌礼仪？你们就不疼我？傻孩子，咋能不疼你？年少，这不是疼你不疼你的问题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以后出门要见人见事。餐桌文化是礼仪，更是教养，知道吗？吃饭还有规矩吗？那当然。今天妈妈就跟你好好的说一说。第一，长辈不动筷，或者是人没到齐，长幼先后，次序不乱，你是不能夹菜的。第二，手不能放在桌子下面，手要扶住碗。老话说得好，手不扶碗穷一世。是的。第三，端碗要讲究，手要空心，这叫龙盘珠凤点头，绝对不能趴在这桌子上吃，因为人要讲究以食进口，只有手才一口进食。第四，夹菜只能夹自己的这一边，不能越过盘子的一边，夹过的菜是不能放回去的，更不能在里边乱搅乱翻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第五，筷子是不能插到米饭里的，这叫上香，对一大桌的人是不敬的。第六，筷子是不能敲碗的，你知道乞丐吧？只有乞讨的时候他才会这样敲。嗯，是嘞。第七，请人吃饭是不能只上三道菜的，因为三道贡品是祭奠先人的。第八，一旦入席坐定之后是不能随便调换位置的，你想想你端着碗跑来跑去的像啥？第九，吃饭的时候不能吧唧嘴，不能抖腿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第十，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沉默是金，食不言寝不语，一口不能二用，这十条你记住了吗？妈妈，我记住了。严少，看我给你买的饼吧，我给你放个冰箱里边，等一下你吃完饭再吃。谢谢小南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应该对你发脾气，我以为你有了小弟弟小妹妹就不疼我了。傻孩子，你们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哪一个我都疼啊。是的，严少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什么时候我们都是爱你的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奶奶妈妈。年少真听话，知错就改，这是好孩子。
咋还没吃饭？我都饿坏了。就等你了。来来来，大家赶紧吃吧，吃吧，来吧。元叔、啊，你最喜欢吃的大盘鸡，别。谢谢妈妈。赶紧吃。